雨林之下，植被丰富，地形多样，是简虎繁衍生息的乐土。夜晚，布满青苔的石壁上，这只海南简虎爬出洞穴，正在寻找猎物。一双霸气又神秘的眼睛在四处张望。这片温润的石壁是多种昆虫和马鹿的栖息地。简虎的捕食大多采取守株待兔的策略。这只蟑螂被两只简虎盯上了。大个头率先靠近猎物，果断出击。小个头只能悻悻地舔舔舌头，目送大块头离开，等待下一个机会。没过多久，又一只蟑螂引起了他的注意，直到他进入自己的攻击范围。这次，他不会再让送进嘴边的机会溜走了。夜行性的简虎喜欢捕食小型节肢动物，活动范围较小，对周边环境和食源依赖比较强。这里也是海南简虎分布相对集中且稳定的区域。我们的镜头记录到了海南已知四种简虎中的三种：霸王岭简虎、周氏简虎、海南简虎。简虎因具有可活动的眼睑得名，它的脚趾没有攀瓣，攀爬能力较弱。它们都是经过亿万年演化而成的神奇物种。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和系统的保护，简虎的神秘面纱正被渐渐揭开。